2019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七号到十四号展开为期八天的音乐营活动。十四号的成果音乐会在嘉义高中登场，市长王美惠特别到场。今年特别邀请到台湾第一位管弦乐指挥博士钟安妮教授来担任音乐营的艺术总监以及客席指挥，经典的曲目和多元的课程在音乐会展现令人惊艳的音乐魅力。嘉义市以管乐出名，伫个地区音乐人才共同倒立，组成了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伫著名指挥家钟安妮、仙杜拉以及朱玉佑老师的指导之下，替换每一位囡仔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更拍开因对音乐的感受。2019年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七号到十四号展开为期八天的音乐营活动。十四号下晡的新歌音乐会在嘉义高中登场，嘉义市长美惠也特别到场，甲现场民众做伙享受美妙的乐音。看到孩子，今天的成果发表会，每一个孩子都有光，那种光与热是正好是把这个整个管弦乐团又把它带动了起来，我觉得很感动。刚刚听仙杜拉老师说，这一次呢才八天的练习努力，一天比一天的进步，然后他们的坚持到今天能够把每一个表情都能够到位，能够到这样，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了，而很重要的是团队，而是融入到音乐领域里面。你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也将在暑期举办音乐营的课程，在指挥家和执行团队的努力之下，做伙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嘉义市的管弦乐团，让这个乐团有家己独特的声音，让嘉义市的管乐迈向新的里程碑，成为另外一个嘉义市的代名词。新闻台湾嘉义市采访报道。